在你居住的城市里，有没有这样一个密布咖啡的小巷子？临近商业中心的居民区成了咖啡客心中最棒的地段，还是像周边500米半径之内，大概开了7、8家小咖啡馆，部分店铺开得比较早，9点多就开始不断有外卖小哥穿行其中，一杯咖啡唤醒一个格子间里困顿的人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也是不少人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，干了这杯咖啡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咖啡似乎是个挺适合创业的项目，除了赚钱之外，不少人创业享受的是一种自由。咖啡店的装修、设施、原料、辅料、营销、培训等等，只要你愿意，基本上100%都可以自己个性化定制。就说是做个酸菜鱼吧，你可能都搞不清楚自己的酸菜是土坑的还是老坛的。但是做咖啡这种掌控全局的感受，估计是不少咖啡客特别享受的，并且也引以为豪的事情。不说了，今天打的奶泡有点粗，大家凑合着看吧。